你干什么的你？我可告诉你啊，我是老板的小舅子，我是这儿的经理，你敢打我？我打你个怎么样？姐夫，快打我！姐夫，姐夫，如果要用这种有暴力倾向的人，迟早会出事儿的。姐夫，再说一次试试看。导演，请自重。来人，叫保安把他带走。别，不要这样。不用麻烦。 像你们这种不懂得尊重人的公司，项目再好我也不会接。可惜，走，快，别再回来了！哎，道生，道生，走吧，走啊！ 你到底在干什么？我只是想要帮你的忙，总是你帮我，我也想帮你一次啊！帮我什么？你以为你能帮我什么？你以为这是小学生在开班会啊？随便上去说一说就没事了吗？ 我看过你的广告企划案，我以为我可以帮到你的。这个项目你一次都没参与过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请问你怎么去跟人家说啊？那问你，你到时候上去，人家问问题回答不出来怎么办啊？穿成这样。 昨天的事情我也有不对，我不应该把我的情绪迁怒到你身上。不要再哭了啦，知道你哭起来很难看。等一下，借一下。 干嘛？没看过你生哭啊？站在那边干什么？我仅有的卫生纸等着上厕所呢。拿去啊！疼死我了，疼死我了！你知道你笑起来一样很难看，哭也难看，笑也难看，怎么都丑。你才丑！ 这样比较好看，穿成这样，不男不女的，走了。奇怪，从起床到现在怎么头昏眼花的？ 坚持住！你要坚持住啊，道生！
这是他的随身物品。他最近头部是不是受过重击？ 就是这个原因吧，他现在脑压有点高，我们已经做了引流的处理，目前没有生命危险，现在只能看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。谢谢医生。通过脑电波三响来看，现在颅内有出血的状况，血块已经压迫到了视神经，如果血块没办法自然吸收的话，他醒来后可能会失明。 可心呀，可心，你可真够不懂事儿的。你不知道我跟你哥来台湾就是为了你呀，你还一时冲动跑回丹东，还不跟我说一声？你不知道我担心你啊，也不让我保护你。但是我觉得可心不会做这样的事儿啊，肯定是那个庄大师，就是他下出主意。臭丫头，东西还挺多。 挺爱看书的嘛，凡人东西不太好吧？测试看一下，我要看看我们两个人的几分究竟差在哪儿。都是一样的分，那两分联动 T 为什么不一样？ 看到他跟异性在一起，心里的感觉是什么？很难过。五分。你就不能好好说话？人家不要你电话号码，你干嘛非要留给人家？哼，我还是自作多情了。 原来可心的测试对象不是我，他喜欢的也不是我。原来可心，他喜欢的是庄道生。<笑> 庄道。